啊，这谁呀？给我踩他！我错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你别给他打了，那打了半管子血了，直接插个眼儿啊，以防止他过来偷 buff， 他可能是要偷 buff。致命节奏老司机，这是要拆塔。我这一看，出了一把长剑，先别着急推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咋这么狠呢？哎，我的红闪现走，吃个药，走位往上走，他指定往下闪。哎呀，这人呢是真行啊，这戳一下，戳一，一平 A， 平 A， 中风点炎，别着急，戳，再戳一，哎呦我操，这个一没死，哎呀呀，有闪现。我先把网页关了。转移一波，转移一波就转移一波，没关系。你这属于没办法，那他闪现走了 Q， 我只能往回移啊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我刚才还不戳了。不要把老友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归纳于是菜，行不行？不要把这些没有办法的事情归纳于是菜，这只能说是没办法。这就好比你饿了就得吃，困了就得睡，肚子疼就得拉屎。EQ， 我刚才有 EQ 吗？我刚才的 Q 无限吸地呗。哇，这么猛！亚索前期 Q 没有吸地呗，就是 Q 完以后，一秒钟就直接就能 EQ 是吧？戳一下 A， 平 A。这老司机打人好痛啊！先来个攻速呀！我们一个人头都没有啊！哎，我才发现。这一个人头都没有，确实挺难受的。那 A 不过他是肯定的，他俩头我零个头，他比我多600块钱，怎么可能 A 得过呢？用拉扯打吧，没关系。一 Q A 一走。
中锋。先回家出个皮孩啊。不用看回放 Q 确实吸地，那100%吸地你自己拿脑子想一想。哦，你没有脑子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慢慢来啊。先查个眼儿啊。哇，狂怒小刀。一上来平 A 戳一过来，一过来一 QA 一走戳一下，一过来一过来戳一刀。哇，真疼啊，这打人呢、啊、嗯，真痛，那可真痛。拆塔，我们现在的钱可能才跟他就是55开，可能才能达到。中锋，戳一下，走，回家出个叉子。他这是要出纯虚区，要拆我们家塔。他这把如果出右装，可能他们家还能好打一点。我说实话，我哥哥可真菜，一抠。躲着点，省着他搁草丛里边抠我们。A 戳一 QA 给大招，戳 AQ 闪平 A 中风给我起飞。我们拆他塔皮，打这种赛人就得快拆塔皮。差200，差200可不行啊，差200。戳 A， 再戳，中锋，一过来 ，A 戳。一过来接中锋，这个也能打到我。一 Q 一走平 A， 哇！哎呦，一 A 中锋 W 一 Q 走，戳一下，回头戳跳我中锋打断了，一段戳套点盐，二段戳来中锋。给大招，回家。来一个绿叉。我将遵循此
快点啊！不能让他拆我们塔皮，完了，这顿拆呀！他死了，我们赶紧拆他塔啊！赶紧拆他塔，赶紧把兵线推过去。速度拆，你哥炸了，炸就炸了，这也没办法。我要你知道啊，要你知道，你死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不是说你死了拆我的塔就不用付代价了。小伙子，先插个眼儿。这武器大师什么意思？当我面打。我发现你好像是不想好了，是吧？好大，中风给我控死了，我都没动他呢。快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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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武器，杀赛人可不合适啊。 OK， 这波血钻下路来了，我们家下路挺猛啊。先来个暴击，再来个吸血，下路挺猛。下路这两个，一个719，一个814，哎，不错，赶紧出个盾弓，太脆了，这扛不住伤害，用伤害把我灌死了。刚才其实我应该双峰给你们表演一个的，那女警站我面前，我正常来讲是应该双峰她的，知道吧？是应该双峰的。只是我没乐意双峰，刚才我怕再接不上来，完事呢没接起来，女警再跑了，中风，一 Q 一过来 A 戳 A E A 戳 E 走接中风，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哎呦我操好痛，再戳一下。再戳一下，接中风，给大招，点燃戳 ，Q Q E E 一 Q 闪 A E 一 Q，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Q 闪为什么没好使？哎，我是塔杀啊！这波血赚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塔杀，他没碰着我。哎呀！挡不了塔伤害，别挡了，挡也没用，挡不下来。我操，漂亮！上路带一波啊！我们现在已经有赏金了，150。小龙要不要？红的吧，哎呀哈，那武器大师可不好野啊，这波如果想打过他得把兵线放在这个位置跟他打，风筝他
虽然我们才十二级，但是武器大师这个英雄啊，他比较克我们。嗯，他用伤害灌我，也可以把我给灌死，那不行。我们打个石头人儿。这凭什么这武器在那里打呀？啊！他凭什么呢？我现在有个盾弓，我就随便拿了。戳一下，再戳，中风，给大招，戳 A， 再戳，走位是吧？这个车我一定不能丢。算了，这蛤蟆也不刷，拉倒吧。来人了，撤。一 Q。不打了。勾引一波 ，OK， 一 Q 平 A 平 A 戳一个小小 ADC， 狂妄至极，回家出我们的装备去，几个人吧，火蓝来了。我溜了，我不跟你打，你们两个人就算了。我的装备不足以能一打二，等我们的装备什么时候能一打二了，出来再干他们啊！先来个这个，再来把大剑。其实整个百分百暴击也行。哎，算了，不能百分百暴击了，怎么的？慢点走嘞，到了。先把这个打了，再戳，一 Q 起来戳，这人头就别抢了，我都过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这不白帮你了吗？这眼儿的 bug 什么时候能消失？人家跳个眼儿，完事眼儿还得被瞅着。172刀。633，这卢仙杀的人是真多呀！没事，直接拆就行了。一 Q 耳链，平 A 平 A， 不上。别着急啊，这波先杀着赛人，来戳一刀，中风，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再戳，一过来一过来一 Q，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表演一波一 Q 闪，没表演好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我上按的一 Q 闪，手没跟上脑子，嗯。但我们敢操作，你知道吧？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是你得敢，你得勇于去做，你知道吧？真牛批卢仙，真厉害呀，卢仙！
来，卢仙，我们俩把他杀了，给我套虚弱。你也敢，就是操作不出来，没关系。你可以操作不好，但是你得勇于去做去。你不做，永远你都没办法操作的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得去做去。